possible.拜见长御圣主。谁指示无需多礼，你与明玄一同去了封魔山，怎么只有你一人回来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他
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我与金仙行至封魔山魔王封印附近，那里阵法甚是复杂，我无法靠近。金仙只身入内，我等至今日，只觉阵法乱了一瞬，随后再次见过，我无法入内，便以我一人之力，实在无法闯入封魔山封印之中，便先回来将此事报与圣主，希望尽快找到解救金仙的办法。 千城阁的紫丹仙人还有几日出关？13日。等不及了，你去安排一下。我要拜访千城阁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求他把明轩救出来。是。明轩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天天让我待着待着，我都要待出蘑菇来了。 好不容易出点事儿，我怎么能不掺和掺和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是个人啊！ 放心吧，就冲你这么好看的脸，我也不会就让你这么死掉的。我说。 让你在家待着，你要去哪儿了？我出去逛逛，看看封印有没有什么事儿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头，今天那么大的动静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魔王之子出山了。便当时那魔王之子出山了，你待如何？我待如何？ 我也不能待如何，他走了，我不还得跟老爷一起过活呀？<笑>还是这丫头会哄我。哎，我上山看了，大概是地牛翻了个身，震了两下，封印无大碍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，别到处折腾就行。哦，好。那老爷，没事，我去睡了。去吧。